怎么了，宝贝？买的轨道车到了。啊，爸爸给你买的轨道车到了。走，我去看看去，在哪儿了？快走。哪了，宝贝？啊，这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打开吧。打开看看吧。打不开。啊，你轨道车你都打不开，那怎么办呀？你的小朋友没给我加加油助助力。啊，肯定小朋友没给你加加油，是不是？我们让小朋友在这里给你加加油，你都能打开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看看爸爸给你买的什么样的轨道车呀，好期待呀！来，使劲拽。哎呦天，使劲拽呀！开了没有啊？拿出来了吗？我看看。哇，好像还在说拼装呢，是不是？哇。还有个贴画呢。还有贴画，是不是？我们给它安装一下，这个贴都摁到这里。已经安装好了，我们可以试一下啦。啊，这个怎么玩啊？我们来研究研究好不好？来，先按一下这个按钮，让它上去。哎，再来让它上去，再按一个这个，哎，让它下去，是不是啊？再把它吊起来，哎，下去了，是不是啊？再给它按上去，哎，下这个，哎，这有一个机关，把它转开，哎，它就下去了。这个，哎。再可以上去了，是不是？是这样玩的，学会了吗？你一个小圈，我一个小圈。行，来你玩一下，我看看学会了没有啊？